我们不过是各自传统的星球，拥抱着永恒的空洞。我们欢迎这其中做你的勇气，听我自我可惜还当真的像一个黑洞，深深地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，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一闪为我闪烁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这个啊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画面。 You know why? 因为呢我们两位是从上个世纪出道，然后慢慢走到这个世纪，然后一直维持那个资深少女创作歌手的状态。资深少女第一次同台是23年前，23年中间我们没有联络，就是那种不认识，我知道你在干嘛，你知道我在干嘛，但我们就是对，因为我帮你写入口的时候写完也没有联络。对对对，那我们今天穿这样，我觉得也有一种就是一个什么团队的感觉。你穿那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知道汤雅以前是 dancer 吗？没有这件事情。我今天很想讲很多话，但是我很怕又不联络了。对，你今天说话小心一点。对，所以你刚刚那个，我没有要这样。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，说不出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的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，勉强说出你为我